真香，下次我要带阿醉也来尝尝。你干嘛？剥虾贡是我煮的，你要想吃自己去煮。小气鬼，我喝酒总行了吧？酒也是我自己买的，你要吃要喝都自己去弄。他怎么了？气得跟个小媳妇似的。他，然后你，我就吃，气死他。我喜欢你，我也可以跟你组成一个家。陈英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是无情宗的人，你懂什么？我不管今天说什么，你必须要跟我走。程英，你往日与我作对，就是为了收徒进你们无情宗。今日你编排曹遂，又骗我说你喜欢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今日你不太开心，其实我也不是有意在旁人面前训斥你的，只是你的行事确有不妥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今日我请郭大人到此处来协商姻缘馆的事，你怎么能将热水泼在他身上，还对他的教诲百般抵触呢？你不觉得他很轻浮吗？双双，郭大人可是我们的贵人，你千万不要肆意揣测，小心祸从口出。